对，东西里面的凹东西呢，都是东西，你跟我一样。啊，我那个陈岛是坏东西的，我无辜的。我无辜的啦。香港世界十大港口啊，这是私人在玩的。咱祖国的浙江，中国最大港就在我们浙江，就中国两岸哦，最大港口，我们高雄是最大，但是我们大陆最大的港口是在浙江，凉山港跟宁波北宁港。啊，可惜啊，两个港啊都被上海占了。如果哈、哦、没人管，不能够凉山港上，浙江能空管理啊。长江十一省的东西是要到浙江来这边啊、哦、过滤，要向我们缴税金的，结果搞到变成上海的啊。所以哈、哦，我们浙江同志以后你们要奋发图强，把那个上海港拿回来。因为啊，中国十一省一定要长江十一省要到上海，上海还要过桥到舟山岛、凉山。跟杭州湾桥到哪里？北仑港才有大船到世界，叫中转嘛。高雄港你看多大？右边啊，那个后面那个口，台湾海峡，这边一个岛，旗津岛，长15公里，宽800米，挡台风大浪，过多这个山挡北风，把这港口围起来。讲里头啊，不会结冰又不会积沙，深可挖深，大可挖大，金港有，深港有，一港有，世界国家没有把港口给人民参观这个项目。高雄是独一无二的，9年台湾的总统叫李登辉呢，下令开放，他来看港口，总统来看港口，哇，好漂亮！要求港口给人民参观才有机会来看。你们今天当是领导，领导到台湾了、啊，我们台湾政府总统来看，啊，你们是领导中的领导，从旁边看比较详细的，找那个1219的，要打钓鱼岛的，在我们那个台湾福建浙江那个哈、啊、东边有个岛叫钓鱼岛嘛。上次啊，日本人占了啊，2年前可恶，日本鬼占了我们钓岛很久了，还说他们的欺人太甚嘛，我们就受不了。马英九派我们的一次船到钓鱼岛跟日本打呢，我们跟日本打起来打2次，你们还没打，打日本我们是先锋。2年前为了保卫钓鱼岛，我们打海上主权，保卫战打什么战？打水战，互相喷水喷2次，喷输回来。后来以后我们马英九就不行了，花大钱可以比这种大的有水炮了。上次我们用小船带水枪。是水枪打水泡沫，气死我了！我们电视还有转播呢，我是喊啊，钓鱼岛是我们的，打死小日本嘛！结果人打出去，人家日本鬼用水泡，那修过啊，我们打过去啊，那嘘嘘就没有水了，还2次，那嘘嘘，你那个神岛早上起来小贝还比他大嘞，丢人啊！还知道我们钓，我知道去跟他打，小贝比他大，气死我了，丢人！哦，回来哈、哦，我跟陈岛两个。联名给马英九，我们协助给马英九呢，义愤填膺的，说什么要把那个指挥官抓起来枪毙？那个指挥官啊，今天刚好凑巧在我们高雄港内等着经过我们警方海巡，带队去打两次。跟马英九跟火箭说没办法，还颁奖给他指挥官呢，是马英九。所以以后哈、啊，还是这个人当总统，当领导人的，不然都没有用。白酒说什么？说颁奖给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指挥官他讲，报告总统不能怪我，我们台湾天生水就小了。谁讲的？老蒋总统说。